17章开始。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这个 official aid，这个是 Officiate，动词吗？这个是一个动词，对，officiate，嗯哼，什么意思？OK，officiate 是把他们派做，OK，他们来做这个工作，officiate，officiate for them as a priest，OK，叫他们来做这个 priest 祭司的工作，OK，所以officiate 这个字，如果你要谈这个字的话呢，首先我们就要先讲，就是说，official 这个字，OK，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字，这个一系列的，这个 officiate 通常呢是主，这是一个很正式的字哈，就是指说。他是主持一个什么，领导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特别是在指说，一个很国家很正式的事情上面，OK，主持某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主持倒不是什么央视的什么那种主持啊，或者是这个，而是说这个事情由他来主持这整件事情。比如说，现在特别是在指主持宗教仪式上面，OK。很少再用到其他的方面，OK？我们指的就是指他行使职务，他做一个主持一个宗教仪式，或者是说可以讲说他做一个公务员，OK？比如说行政人员，他专门执行某一方面，他有相当的权柄来做某一件事情。在我们圣经里面，这个 officiate 这个动词呢，指的是他指的是做他来做。officiate 来主持，OK？你看这个地方，all sorts of their own people to officiate for them，OK？所以指的是说他 official for them，OK？As priests，OK？所以他指的是他用各种各式各样的人，不同的人，然后呢，他们来做这个工作，指的是他们来做祭司的工作，OK？现在这个字呢，一般来讲的话，在英文里面通常是指说，比如说他执行政府的一个某某一个职位，一个很正式的职位，他行使什么职权叫做 officiate。OK，我们一般人用不到这个字，比较用不到这个字，所以 officiate 这个字呢，指的是在圣经里面指的是他来主持宗教的仪式，特别是在。圣经里面，今天天主教他们也常用这个字来指说他行使他的职权来主持宗教仪式，用 officiate for them，这是一个动词，officiate for them as priests 作为一个祭司的工作，他来行使他的职权，主持宗教的仪式，做这个。OK，好。那么如果另外一个形容词，我们这样看形容词，OK。Official 是指官方的，OK，官方的这个是形容词，正式的、官方的，当然也可以做名词用，OK。所以 official 这个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名词。它是我们这个地区的 official，我们江西省的 official，它是官方代表，它是政府的公务员，我们可以讲它是 official 啊。这一次他到我们这个地方，下乡调研，他这个是 official 的。什么叫 official 呢？official visit 这个时候是一个形容词，指的是说他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官式的访问。如果
不是官式的访问，他私下来这里旅游的话，跟他家人来玩的话，那就不是 official，对吧？哈，所以 official visit 指的它是官方的访问，正式的访问。某某人现在来美国，OK，他来做一个官式的访问。比如说王毅，现在外交部长王毅，他现在准备来美国访问什么什么，这个是一个 official visit，是官方正式的访问。所以这几个字你可以有关系的，你可以记起来。officiate 呢，指的就是说。你是在圣经里指的是他主持宗教的仪式，他的这个主持的工作，OK，他主持做这个祭司的工作。Official 呢，可以是名词，可以是形容词。形容词呢，指的就是这是官方的正式的。Official 呢，也可以指他就是官方代表，可以政府的公务员啊。然后通常这个不是指初级公务员哈，通常都是有点权柄的，我们可以说他是 official。好，有没有别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撒玛利亚的这个地区的老百姓，以色列人被亚述王给他迁走了以后，拉到他们亚述去了以后。然后呢，他就用其他的民族进来填补，住在这个撒玛利亚地区。撒玛利亚地区就变成一个大杂烩，各个民族都进来了啊。进来了之后，每个族又把自己的这个神就带进来了，他们崇拜自己的神。但是呢，他们也听说了啊，这个地方以前是有以色列的人，他们的神呢是耶和华神，他们又很怕。很怕耶和华神不能得罪啊啊！他们也敬拜，可是问题是不专心。一方面又我自己拜自己的神，你又拜你家的神，每个又不一样啊，所以当时就是非常混乱的情况之下。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这个23节，23节。下半节这里，他说这个 people of Israel were taken from their homeland into exile in Assyria, and they are still there。就是这个 there 是指 Assyria 吗？还是在哪里？就是他们其实是住在哪里？No，他住现在在。讲 people Israel，他被从他们自己的本族家乡 homeland，他的家乡给带出去流放了，然后就放到 Assyria 去，对不对？放到亚述去了。And they are still there。到写这本书，OK，写这个列王记下的人写动笔的时候，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到今天还在亚述。哦，所以，there 指的是 Assyria，好的。所以就很可怜的哈。OK，taken from their homeland into exile，他就被流放了啊，这个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打不过亚述人，所以亚述人叫你去哪里，你就要去哪里，他们就被带到亚述去了。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S6，老师，S6节那个 inquire，26节，require 是不是？对，require，我好像跟这些混淆了，就是 inquire，他们是有相同的意思吗？要求请。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OK？所以我们先看一下，require 在这个地方指的是说，要求，OK，你有什？比如说，我们到现在买，比如说我到，怎么讲？我来开一个会好了。我现在到你们这个地方来开会，OK？你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这个是 require，right？require。好，如果我们要讲说 inquire 跟 require 中间的这个差别的话，inquire 通常比较跟 question 有关系。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你 inquire，你问出来，OK，这是 inquire。require 呢，通常是指说，通常是指 need，OK，好，你的需求，你有什么规定？你有什么要求？
比如说你来我家，哎，晚上10点钟以后不可以上厕所，我们家人怕吵，我这比较夸张一点哈。你看我们家都必须吃素的，因为我们家都吃素，不可以吃肉。我如果我这样规定的话，你来我们家不可以穿太暴露啊，因为我们家有儿子，我们家儿子不能看太暴露的，所以你来我们家把头遮起来，把裙子要穿长长的。假设这个是 require，OK，require，所以 require 是你有什么需求，OK？比如说现在我举个例子来讲。所以你讲的是 inquire 跟 require 之间的问题。OK，inquire，OK，跟 require，OK，所以 require 呢，通常指的是人家的需求，人家要你这样做，OK，是 need，OK，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他现在生活很不好，he require some food。这个是他需要食物，所以他现在要这个东西。OK，当然，his children, his daughter，比如说哈，require some money，right？他要什么东西？那在这个地方指的是神，耶和华神是有一些规定的，要他们遵守，你不可以拜别的神。然后耶和华神的遵守是，他要求是说，你们不可以拜别的神、邪神。然后你们呢，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啊、规定啊、典章啊，这是他的 require。Inquire 基本上是一个问题，OK？Inquire，OK，现在我们有一个座谈会，好，大家可以有 inquire，OK，你就可以 inquire，所以是比如说什么需要什么东西哈，比如说你现在要的是什么东西，你在 question，你在问人家要什么东西，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 inquire，OK，比如说他在问，他问他说，所以这个时候 inquire 很多时候是等同于 ask。He inquired that. He Inquire about. inquired. Inquire about. Inquire about 怎么样？Inquire about 是你问什么事情，right? He 对 inquired 的。that if she is okay. 所以他在问说 if she is okay。哎，或者我们用 she was okay，没有关系，都用过去式，可能这样你看起来比较那个。If she was okay，OK，他问的问题，他在那里问，他说他是不是 OK 呀？因为也许地震来了，然后两个夫妻在地下室互相看不见。He inquires that if she was okay，所以这个 inquire 一般来讲讲的就是问，他在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这个叫 inquire，OK？Okay？ 有没有问题？如果是你刚刚讲的 inquire about，是不是？OK，好。如果是 inquire about 的话，he inquires about the price，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他在问价格的问题。He inquires about the prices。但是我们前面 he inquires some food 是他需要食物，如果是 inquires about 是问他问价格方面的问题，inquire，所以 inquire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比较正式的 ask，它是 ask 的意思。如果是 require 的话，讲的是 need，人家有什么规定，有什么需求，你要照人家的意思做，这个叫 need。没有问题。我能不能就是就把它简单一点理解？Require 就是要东西，Inquire 就是问问题。No，require 是他有要求，他有需求，你要照他的意思做。他现在比如说，he requires some food，就是他有需求，他需要食物，他需要。OK，我们的圣经经文里面讲到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圣经的经文。这个地方，OK，the
They do not know what he requires, 就是耶和华 requires, 也就是耶和华的需求，他的规定是什么，他们不懂。不是耶和华问什么东西，这个 require 是他的需求。你到我家来啊，要先脱鞋啊，不能穿着鞋子进来。你到我家来一定要下午三点以后来。你到我家来啊，不可以用厕所的，我们家不给外人用厕所，假设我就随便乱讲。这个就是他的 requires, 他要你照做，他的需求就是这样，他要你这样做。那 inquire 是问的问题，所以 inquire 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字。有没有问题 ,Ego? 够有问题吗？就是inquire 就是打听和问什么东西 about some things, 是问，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问。所以他问，比如说你看到 inquire 的时候是他在问。He inquired, 比如说用这个句子来讲， He inquired that if she was okay, 他在问他有没有 okay, 问这个女的有没有 okay, okay? He inquires about the prices, 这个 inquire 是他在问价格的问题，有关价格方面啊，这个西瓜多少钱啊，木瓜多少钱啊，香蕉多少钱， He inquires about the prices,Okay, 凡是碰到 require 呢，就是他有这个需求，比如说我像 he requires some food, 就是他现在有这个需求，他要你给他食物，或者是他要你照着做， 我这个规定你来我家必须脱鞋，这是 requires。 这个学校有 requirement, 有没有？我们入学的时候有很多的要求，就比如说学校要求我们要先汇两万块做学费，然后学生必须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入学，学生不可以有什么疾病才能读报考这个学校或怎么样，这个都是 require, 学校要你这样做，所以 require 大部分是对方要求你这样做那样做，这个叫 require。 inquire 只是问一问，就等同于 ask for, 在某些方面等同于，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正式的 ask。那俊，我可不可以这样进？就是 require 是被要求 ，inquire 是不，等一下 ，ego， 你不要把它扯被跟不被的问题，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被动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往那个方向走。OK，require 是人家的要求，就是 require， 我是那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求你做什么什么，他那边有规定，他要求你这么做，我是这个意思。对。至于你要不要用被动式，你这两个字你都这两个动词都可以用被动式，所以 require 这个字最容易让你想的例子就是学校现在有入学要求啊，你两个眼睛裸视必须 2.0 才可以报考这个学校，你必须是托福考试多少分以上你才可以入这个学校，你必须这个入大学入学考试考了多少分以上，你国文不可以 零分，国语不可以，比如说语文不可以零分才可以入这个学校，学校有各种的要求，我们这个学校只收北京人不收外地人，比如说这也是他的一个要求，所以对方的要求，那个主语的要求只能这样讲，你不能说被动不被动的问题，是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对，主语的要求。那 inquire 呢，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问 ask， 这样就这两个字就很容易分别的出来。OK，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讲的是耶和华的要求，这些外地的这些乱七八糟民族迁进来的，其实搞不清楚。本来以色列人就已经自己信心很动摇了。OK， 他们已经接受很多跟外民族混居在一起，其实他们侍奉神就不够专心，现在他们被拉走拉去亚述，拿外民族进来填补他们撒玛利亚地区的时候就更加凌乱了，乱到什么程度，各个人都带自己的神进来了，然后他们又不懂得耶和华神的要求，所以这是 require。 好，有没有问题？哦，那老师就是inquire 和刚才你说是 require 和 ask， 我想想 ，no， 重来 ，inquire
是一个比较正式的 ask。哦，有些时候对对他们两个是等同的。你一定要比较 inquire 跟 require 的时候， require 是对方的要求，是讲话的人的要求，主语的要求。如果他用被动式，那是另外一种讲法，反正就是某一个人的要求，他有需要，他有要求。所以在这里看， because the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he requires， 这个 he 指的是耶和华神，因为这些住到这里的地区的这些人民，他们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 OK， 好，所以这两个字要分别开来的哈。哦，我知道了，就是inquire 和asker 是有等同的意思，某些方面是有等同式的、就是、那inquire about 和 ask for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ask for 不等同，没有任何两个字是等同的，可是在某些时候他们的意思相近。 ask for 呢可以是一个口语上，我现在到市场去买东西，哎，这个香蕉多少钱？ ask for， OK， 我现在问这个价钱。 inquire 是一个比较正式的 ask，所以他们是有等级上的差别，不能说他们完全等同，可是他们都是在问人家有关什么样的问题。 OK， 比如说今天在中美高峰会议上面， OK， 这个中国的代表，中方的代表问美国政府，你什么时候才能接受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怎么样怎么样，假设他要问他什么时候你才愿意跟我们中国合作做什么什么什么的，假设有这么一回事的话，这个时候用 inquire 是非常非常好的字眼。但你在这种场合里如果你用 ask for 的话就比较弱了， OK， 所以我们通常在新闻报道上写作上我们倾向于多用 inquire 而不用 ask for。 ask for 比较市井啊，市井一般的，哦，你问问你妈他晚上几点回来，这个可以 ask for， right？ 你问问他这个价钱多少钱，你问问什么时候货可以送到，这可以 ask for。 但是如果我正式的写信的时候我就不用 ask， 我就说 I'm inquiring fo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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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我现在正式写信问你啊，为什么这个东西寄了三次货都还没有寄到， OK， 这个时候我一定用 inquire， 因为书写体的时候我们都用正式的字 inquire。好，没有问题。老师，那如果我想让某个人接电话，是不是直接可以说 ask for， 然后加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吗 ？No， 你这样讲话非常不礼貌，非常不礼貌。我们通常问人家，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到你们家去，你先生接电话，然后我说可不可以让谁谁 Sarah 接电话的话，我一定不会 ask for， I'm asking for blah blah blah， OK， 这种是不太礼貌的口气，所以我一定会说 May I talk to 谁谁谁，对不对？如果传述你先生接了电话，然后跟孩子讲，哎，那个跟你妈讲啊，有一个人找他， OK OK， somebody， 比如说他不知道是谁， someone is asking for Sarah， 这个可以，有一个人现在在找 Sarah， someone is asking for Sarah。OK， 好，你打电话你不会说，哎，我不想跟你讲话哈， I'm asking for 什么什么人，不会这样讲，一定是 May I Would you please let me talk to Sarah please， OK， 可不可以让我跟 Sarah 讲话呀，这样子。 OK， 这都是很客气很礼貌的说法，我们不会用 ask for， OK， 或者是 很多种礼貌的说法， Do you mind
if I talk to Sarah? Okay. May I talk to? Would you please let me talk to? Do you mind if I talk to? 这些都是很礼貌的说法，不会用 ask for， 除非是转述。那电话放那儿谁啊？到底谁找谁啊？哦，那是找你妈的。Someone is asking for your mom. OK. OK， 谢谢老师。好，所以这个是很讲究的哈。所以 ask for 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有没有发音上的问题？老师，请说。我之前学的一个单词叫 decay， 就是有腐烂的意思吧 ？Delay 是延迟。等一下，怎么拼 ？Decay。ODK OK 好，怎么样？是它有那个腐烂的意思啊。我总觉得这个单词，一个是 decay， 一个是 delay。哦哦，我分得不太清楚。你这两个有分不清楚是吧 ？OK 好。这个 decay 是有腐烂的意思啊，但是我们也不是很。常用这个它指的就是腐朽腐比较多的是它的抽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 腐朽腐坏 OK DK 我们在英文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一般都是用它的这个抽象的意思 OK 抽象的意思至于你讲说一个肉烂掉了或什么东西血有血气的东西买条鱼放那儿没放冰箱给臭了的话你不会用 DK OK Decay 所以 decay 这个字比较多的是政治的腐败腐烂或者他们这个官方很衰败比如说这个王朝衰败了大部分是用这个东西 OK 用肉比如说肉烂到我刚刚讲的话比较用多的是用 perish 有血气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你给它放坏掉了这个是 perish OK 大部分是这样子的还有你讲 delay 哈 delay 那是另外一个字 OK delay 是完全延迟了 OK 你把它延迟了这个车子 delay 了飞机延迟了 delay 了你这个功课没有交上来 delay 了延迟了这个叫 delay OK 所以 decay 跟 delay 不要搞混了这两个不要搞混所以decay 比较多是比如说它衰败了它或者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性质变了变衰败了被腐蚀了因为比如说你放放射性啊放什么放射线的东西啊它放久了之后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它就衰败了这样子。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Gabriel， 你说奉献的二维码是什么意思？你是指什么？收奉献、收钱吗？我们没有哎，对不起，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好的，就是、我们大伟就没有。对对对，我就问一下，你可以凭你的心意你奉献给你的教会然后或者是凭你的感动你觉得有需要的团体什么为神事工可以我们现在这里没有这样的设置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没有这样的设置谢谢没有这样子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你讲一下17章37节里头这几个单词的关系啊。Decree, ordinance, law, command. OK. 全都在里头了。全包了。OK, 好。这几个哈。OK, 好，这几个哈，先讲容易的吧，字母最少的 ,OK? 这个 laws, 有没有人没有知道的？什么叫 laws? laws 有没有不知道的？律法。律法 ,OK, 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律法。律法是最大的，比如说像摩西，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那个律法，那个叫做 laws, right? 上帝的律法。Okay, 这个没有问题哈。OK, 好。再来一个 commands, 什么叫 commands? 那是命令。命令 ,OK, 可以，命令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口头的命令，对吧？这个我妈命令我要把地擦干净才能出去玩。OK, 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 commands, right?妈妈命令他，你功课没有写完不准出去，这个没有问题吧 ?OK, 好，那么再来就是这两个，所以上帝的命令很多时候有可能是口头的，有可能上帝说上帝告诉摩西几次，你去把这些人从埃及带出来。摩西说不要是我吧，怎么可能呢，我这个人口舌笨拙，我能做这样的事情吗？他对自己没有信心，这是上帝给他的 commands, OK, 要你做 commands, 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文字上写的，不是你说上帝你哪条律法上写了说命令我去什么，这个 commands 有可能就是上对下叫你这样做你就叫做，老师说你把黑板擦干净，把地擦干净才能下课，这就是老师的 commands,这个就是 commands, 可能就是口头说的话。OK, 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 ,decree 是什么东西 ?decree,decree, 好，重音在后面 ,decree, 有谁知道 decree 是什么东西？这样讲 ,decree 跟那个 ordinance 哪一个比较大？哪个比较大 ?Ordinance 比较大。为什么？典章。典章 ,Ordinance。好，那 Decree 呢？律法。跟 ordinance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有没有什么差别？法度 decrees。所以这两个是哪一个比较大？我们在你看一下这个你们的翻译里面，他讲说一个是律例，一个是典章。OK, 所以律例跟典章这哪一个比较大？前面的 decree 你觉得比较大是不是？先有律例，后有典章。哪个比较管的范围比较大？有律例跟典章。Okay, 有没有人知道律例跟典章哪一个比较大？
一个是左杠，点杖是细的。OK, good, 方向差不多了。OK, decree 跟怎么样？所以 decree 是 law, OK, 是律，它是法律，比如说整个叫摩西的律例， OK, 摩西的法律。那么底下呢就写出律例， OK, 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做的，在那种情况下那样做的，人不可以杀人， OK, 人一定要孝顺父母。这个叫 decree 还是叫什么？ decree 这个是 decree, OK, 好、嗯、那 ordinance 是什么？Ordinance 是下面，在 decree 下面再往下延伸，再去讲。OK, 如果是比如说不可以杀人，但是如果是这种杀人的话该怎么办？如果那种杀人该怎么办？那还有一种杀人是他误杀或者还没有判之前，所以我们就先设一个逃城，让他先逃进去吧，先受保护吧。这个就是 ordinance。OK, 所以 ordinance 通常讲的更仔细，你怎么做 OK, 而且通常呢是要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行为分别出来 OK, 所以在现代的英语里面 decrease 跟 ordinance 的差别在哪里 OK, 现代的比如说差别，比如说我们现在规定这个，如果 OK 你牵着狗 OK,你凡是没有挂上狗链子的话，一律就要罚金。假设啊，政府规定，我们本地政府规定，这个城市规定，罚金$500。只要看到狗没有，狗有主人的，有狗牌子的，是有人的，就是有主的狗，你没有牵上拉上链子之后，就是罚500。这个是 decrease。OK, 那 ordinance 是什么呢？但是如果有不同的情况，这狗呢，它是什么什么情况之下，它是个假设，它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它可以不牵狗链子的，在什么特殊的情况下哦，不罚500，那有可能是降到200，那是下面延伸出来不同的情况。那这个通常是各个老百姓大家投票或大家都同意的啊，也有例外的情况啊，也有什么什么情况。如果今天刚好假设火灾，一条狗跨地震跑在街上，那你不能这样就罚那个主人了，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殊的状况。好，那我们就写个但书，假如有例外的情况之后，遇到地震火灾什么火灾什么的时候，哦，那个狗那个时候是可以不要狗链子的，不罚它500。正常情况下只要看到没有狗链子就是500，那个是 decrease OK。 但是如果是有例外的情况，或者是有比如说它是执行公务的狗，他在有需要的情况之下他可以不需要狗链子的，我们这个城市这样规定啊。如果是盲人的导盲犬或者怎么样，他在某种情况下他可以不需要狗链子的 OK, 那个就是 ordinance, 那个下面细分各种情况就更多了。所以法院通过的东西，已经经过法院通过规定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 decrease。你要到法院去申请正式的离婚，我不要跟他过了，这个是 decrease OK。 但是至于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批准离婚，什么下不可能批准离婚，什么情况下该怎么做，有关离婚这个意见，那可能综合各个市民的意见的时候，又可以再写三本书出来，那个三本书就是 ordinance。 有没有问题？好，Law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在美国来讲，全世界来讲，可以讲海洋法、大陆法啊，这个法系就不一样哈，所以是这个叫 laws, 就像摩西的律法，上帝颁给摩西的律法，一个大的就是 laws, OK? 然后上帝的规定，他要你这样做，他的命令，他要你这样做，他要你那样做，有的时候是口说出来的，直接在梦里面出现意象的，上帝要我去什么地方传福音，这个是 commands, 这个是 commands, 没有问题。 decrease 呢是正式写下出来的这种法条法规 OK。 ordinance 是在它下面再发展出来更细目的，然后有不同的情况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处理，那种情况怎么处理，如果火灾呢，如果天灾人祸呢，如果什么什么什么的，有太多的如果。刚好有的时候是 case law, 就是说张三
他家里就发生一个这个事情，他家的狗本来就要罚他500，因为他狗没有链上狗链子，但他家有个非常特殊的状况、因为他家这个特殊状况，以后我们后面判的案子就比照他这个，那这就是 ordinances。 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好，也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那个34节，OK， 好。那个有个遵守 adhere 这个词，和那个就是咱上一次学的那个，34，哦哦哦，你上次学了哪个字？咱上周五学的那个也是见，也是遵守。这个 adhere 这个字啊、哦，它通常是坚持，它很坚持 ，OK， 它没有坚守、固守、坚持，有这个意思在。adhere， 那你讲坚持是人的坚持 insist 吗？还是哪一个字？那个这个不是一个遵守吗？那不跟那个就是 obey 遵守，还有一个词也是遵守。就有啥区别呢？不遵守他的条规。OK，adhere 跟 obey 吗？你要指这两个字吗？对，是。OK， 好 ，obey 哈。好，我们来讲一讲这两个字。OK， 你对上帝的所有的上帝信仰上面的事情，你是用 adhere 还是用 obey？ obey 应该是 obey 吧。 obey OK， 那什么情况要用 adhere？ 还有 follow up， 也许可以 follow， 反正 obey 跟 adhere 有什么不同？Here 是按照自己的心愿。Here 是按照自己的心愿。OK。好 ，OK， 还有呢 ？Obey 是什么？必须遵守，是不是？是的。OK。Here 很多时候是。你遵守什么东西，你坚持什么东西，比较从做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OK， 我坚持不懈每天锻炼健身，这是 adhere， right？ 我坚持做这件事情。那 obey 呢，一般来讲是有人叫我要这样做，所以我必须做。 adhere 比较是我自己就很自律，我坚持健身，我坚持吃，假设吃素是个好事情的话，我坚持刷牙，我坚持做什么东西。 obey 呢是有一个有权柄的人告诉你你一定要这样做，所以你要 obey， 你遵照他的意思来做。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妈妈告诉你晚上10点一定要回家，这个他已经告诉过你，规定过的事情，你 obey。 OK，坚持。可是如果我这个人我自律性就好，我从来不在外面浪，我10点我到时间我一定回家，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做，我自己就坚持，这是 adhere。 所以 adhere 跟 obey 在这里不同。这个是自愿的遵守，这个是强迫性的遵守。没有强迫，对，就是 obey， obey 是不能完靠强迫 来制定这两个的不同。就是说如果是你说我们遵照神的旨意做什么什么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发自内心，我们愿意追随神，不是吗？对不对？ 对，对，所以像在这里问题是他们 nor worship the Lord 或者是 nor adhere to the decrees， 他们不遵守这些律法，不遵守这些典章啊，这些律令，他们不遵守。
那这个地方还是强调他是不愿意，就是那个心愿嘛，心愿的遵守。如果是对神的话，我们会用 obey， 对不对？因为神是至高无上，他有大能力，我们用 obey。但是如果是对一般的，像他这里用 decrees, ordinance, the laws, commands 这一类的话，你用 adhere。问题是他们不坚守，不坚持这些东西。律令已经规定了，比如说你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怎么样，他们根本不遵守啊，不坚持啊。所以祖辈通常都有一个大大的人物在上面，比如说我顺服神 obey， 对不对？我们要顺服神，我们遵照神的旨意，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是 obey。 你的遵照父母亲的安排，比如说父母亲安排你嫁给张三嫁给李四，你 obey， OK， 你顺服父母亲。所以我们常常会写顺服，顺服其实就是你遵照父母的意思，你就嫁给张三嫁给李四。 adhere 比较是一个公开制定的，像社会约定俗成的，我们大家都不把往地上吐痰，我们这个城市的人都很爱干净，我们都从来不再往地上吐痰，不往地上丢垃圾，我们都坚持这样的做法，这是 adhere。并没有一个对象，当然法律有这样讲，比如说新加坡你丢一个口香糖在地上，你可能就打屁股打多少下，或者是罚你多少钱什么东西，对。可是问题是一般来讲，凡是公家制定的这种律令啊、法条啊、规定啊，我们这个城市的人都不超车，我们这个城市人都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我们一般用 adhere， 主要是他们发自内心，他们不坚持这些东西，守不住。好，有没有问题？我好像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不单是表示是遵照，而且还有一个持续的遵照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有坚持，对，没错。而且 obey 是你有一个对象，比如说我父母规定我嫁给张三，所以我顺服了，我 obey， 我遵照我父母的意思，我就嫁给张三了，是有一个对象在。如果是公的，只是国家的法令、社会的约定俗成、善良风俗，大家都这样 OK。 你如果一个人在三年之内结了八次婚，这是我们约定俗成不能接受的事情 right？ 所以我们最好要尊重当地的善良风俗，我们这个地方大家没有三年就结八次婚的 OK。 你最好要 adhere to the decrees and ordinances。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对，同样情况下，老师，这个不是也有坚守的意思吗？就是不持续的，他有坚持，对，他有坚持。他一直在做，就是同样这一节，persist， 他倒是坚持。persist 比较多是说他们照这样子去做 ，OK， 比较不会像那个 adhere 那么那种的意思 ，OK？ 比如说 ，OK， persist 也是一个坚持 ，OK？ persist 就比较没有什么法条、法律或遵照什么的意思，它比较就是他坚持他这样做，他比较强调的就是他一直这样做的状态，他一直做。我告诉他每次上完厕所以后一定要冲水。他就一直坚持不这样做， he persist in， 这可以是小小的事情 OK， formal practices， 他先前所做的事情，注意这个 practice 是指实际执行的事情 OK。 好，我讲一讲这个 practice。 比如说 persist in， persist 是一个中性的字，你可以坚持 做跟坚持不做都可以说 persist，他就是不做，我就要告诉他到我们家进门就要脱鞋，他就是不脱鞋，这个也是 persist in。 他就强调的倒不是他这个人跟你对着干或怎么样，反正他就是一直这样做，强调那个状态，他一直这样做 OK。 practice 的话 OK， practice 这个字是指实际上有没有这样做。比如说很多人
天主教徒而言。我说你是天主教徒吗？ Yes, 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But I don't have the practice. 比如说 the Christian但是我并没有 the Christian practices， 这个 practice 指的是什么东西？天主教徒，一般的教徒可能都去教会啊，假如说去教会的有一些宗教的仪式去参与啊，去跟朋友在一起啊，翻读圣经啊什么，那些真正做的事情叫 practices， 那些事情我可能都不做。我是那种初一十五的基督徒，我可能是那种感恩节啊什么大节日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啊，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我就到教会去了，跟人家去看唱圣歌，我也去跟人家唱两句啊，我跟人家一起去看圣诞树，装点圣诞树，那是可以的，可是其他我可能都没有做了。 So I don't have the Christian practices， 这个 practices 就是说一般信徒他们都做的事情，他们实际上做的操作的事情我可能都没做。 OK， 所以 practice 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经文讲说 To this day they persist in， 这个 persist， 你不要太强调他坚持不坚持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于说他一直这样做。他一直做什么呢？ Their formal practices， 他们先前所做的事情，先前那就是指他们风俗习惯上做的 事情。他们先前拜哪个神继续拜， OK， 那个神初一十五该烧香了该怎么样，他照做不误。他并没有改变他的宗教信仰，他并没有专一的侍奉耶和华神，指的是这个。 Former 是先前的，比如说他是卸任的市长，北京市市长，他以前两年以前担任过北京市市长，那他就 former mayor， 他是先前的北京市市长，他是先前的国家总理，他当过国家总理，那他就是 former， 我们前面加一个 former。 他是前任的校长，可以用 former principal， 他不是现任的，他是 former。 好，有没有问题？明白了，老师，谢谢。好 ，OK， good。如果你懂了 persist 的意思，我再问你一个字，这两个字很像，有什么不同？OK， persistent 你知道意思了哈。 OK， 好，那如果 insist 呢？咳咳，这两个字很像， persist 跟 insist 有什么不同？ insist 也是坚持的意思，对，中文看起来都差不多，问题就在不知道怎么用。 persist 跟 insist 有什么不同？是不同的，它是先前的，有前者。好，老师，这个 persist 比那个 insist 还要坚持，还要坚持。好，对，还坚持的人呢。我告诉你哈，如果我是不由自主的，我上完厕所就是不冲马桶，我举这个例子，我就是不会做，我就是就是忘记就对了，我就是这个习惯就这样，这个是 persist 还是 insist？ persist。 好，如果我正式跟你宣告，我告诉你，你休想改变我，我就是上完厕所，我本人就是坚决不愿意冲水，我觉得这是浪费水的行为，我跟你滔滔不绝讲一大篇，所以我就是不做，这个是 insist 还是 persist？ insist 应该是 insist 很固执，是不是？ OK， 所以 insist 跟 persist 的差别就在这里，它有一个习惯的养成，他一直都这样做，他就强调的是他一直持续这样做，这是 persist。 但这个人如果公开宣告本人就是这样，我就爱这样，你休想改变我，那就是 insist。 insist 通常都有很固执的成分在里头。
都有很固执的成分在里头。OK， 我有一个习惯，我们家人都不习惯吃苹果，我就不吃苹果，这是 persist， right？ 我一直都这样。但是如果我坚持跟你说，我觉得苹果就是不是好的水果，我觉得苹果，你别听人家胡说八道，那些都是卖苹果人讲给你听的，我就很坚持这种看法的话，那就是 insist 了。好，有没有问题？所以 persist 跟 insist 取决于这个说话人的态度，没有问题吧？ persist 跟 insist 取决于他的态度。我就是不自觉的，我就是这样做，因为我们比如说 我家生在内陆，我们没有习惯吃海鱼，我们就是 persist in， 就是一直都不吃，看到鱼我们也不会去买，因为我们没有习惯吃那个东西。但是如果我是有一套理论支持我，而且我坚持，我还鼓动我周围的人都不要吃鱼，都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是 insist。 比如说我们在开一个会上面，这个人坚持所有员工都必须把当月份现在发生一个灾难，每个人都要把薪水的 3% 拿出来捐献，他坚持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是 insist。他个人如果每个月持续的捐献 OK， 不管大家怎么说他都一直捐献，这是 persist。 好，有没有问题？谢谢老师，特别好，这个更清楚了。对，表面上看很像的字，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有一些关联在的，用法不一样。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注意不管是 persist 还是 insist， 后面的介词都是用 in， 都是用 in。 所以你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每一次你看到这个动词的时候，你都看一下他们后面的这个介词。 OK， 如果是需要用介词的，你当下就顺便把它记起来。 OK， persist in， insist in。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18章16节。怎么样？有一个这个词儿。这个我好像今天还没有讲到。怎么样？哪个字？啊，我16节没讲到吗？我怎么记18章？咱们上面不是17章吗？下面不是18章吗？对，我们今天好像没有讲到16节，没关系，你说怎么样，什么问题？八章十六节啊，咱们对呀，咱到底是讲的18章还是8章？没有没有，今天那个是有一个印错了，就是我们的那个错了。啊、对，那你是18章16节啊？我们是讲到18章，对，没有错。但是你是第几节呢？我是16节，有一个 held fast 紧紧依靠那个 held fast to。我没有看到哎，这是8章6节。八章六节，是那个错的八章，不是那个对的。你刚才刚过过，你看看这面上，所以是18章的第六节，不是16节，对吧？OK， 好，怎么样？什么问题？有一个，这个词我想让你讲讲，就是紧紧依靠，我写的那个held fast to。嗯哼，对。嗯，啊，对这儿呢。对，没有错，对。 Hold fast to， OK， 这个意思呢是说，就是说他紧紧的抓住，首先他字面上的意思，他紧紧的抓住，他不放，他不放的意思。 OK， 紧紧的抓住，持守住什么东西，他坚持不放，叫做，或者是屹立不摇，他甚至不退后。 OK， 坚持这件事情，这个叫做 hold fast to， 他原型是 hold， H-O-L-D。
Hold fast to the Lord, 这是最好的品格了。他紧紧抓住耶和华不放。啊，所以我们在信仰上也要这样子。Hold fast to the Lord, hold fast to,to the Lord, huh? To the God, okay? 所以我们紧紧抓住什么什么不放。字面上是非常非常具象的描绘。Hold fast to, 就是你紧紧抓住什么东西不放。也就是他紧守这个东西，紧抓住。他就是，所以他这个地方翻译成专靠耶和华，就是他紧紧抓住耶和华，他不放开的。对，我看 fast 那个词儿，在坐飞机的时候系好安全带，好像有这个词儿，hold 住那个意思，是他吧？不是，那个应该是他用 hold fast 吗？啊，就是有时候就系好那个，就那扣住那个，就扣那个扣住那个，是不是这个词儿？那个字是 fast。F-A-S-T-E-N Fasten 那个 T、Fasten Fasten your seat belt、好的 OK seat belt 是你的 你坐开车的时候也是要把那个安全带系好嘛，所以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Fasten your seat belt 它有时候会 Fasten 那个字印在那里，所以 Fasten、ST 在这种情况下 T 不发音 Fasten your seat beltFasten. 哦，明白了。嗯哼，好。老师，刚刚有个那 kiss， 就是就刚刚那点，就这个、前面有 cease。啊，对 ，cease。Do not cease to follow him. Cease 是什么意思 ？Cease。有是不是有原因的意思啊？那个不是原因 ，cease 是什么意思？停止的意思。比如说，两边现在拿枪在射击 ，OK， 这个军官 OK 头子就下令了，好了，停止射击，不能再射击了。OK， 这个叫做 cease the fire，cease the fire。他不会用 stop the fire， 他用 cease the fire。你们看电影的时候注意，两边现在人质要走出来了，好，大家不要射击了，让人质走出来，坏蛋已经现在投降了，举手出来了，这个时候 cease the fire， cease the fire， 不会用 stop the fire， OK， cease 是停止的意思，终止的意思， cease， 所以这个字呢在很多地方都用，比如说停止输液，在 英文里面在医院里面停止输液啊，停止给他做任何治疗，所以他们可以说 cease the treatment， 他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cease the treatment， 不再做任何的治疗了，就是有的送到一个地方叫安宁病房，这个安宁病房是讲的好听的，基本上去那里就是维持生命正常的运转，基本功能就这样，其他不再做治疗，叫 cease the treatment， cease 是停止的意思。好 ，cease 跟 stop 有什么不一样 ？stop 就是立即，立即停，立刻停。那 cease 是慢慢停喽，陆续吧 ？cease 应该是陆续，不行啊 ！cease the fire，fire 是指那个射击啊。现在人质坏蛋已经举手投降出来，你当然要立刻停止射击，你不能再慢慢停啊，慢慢停只要有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脑袋你就完蛋了，所以 cease 跟 stop 有什么不一样？停就是马上停，我叫你停就要停，但是 cease 跟 stop 有什么不一样？ cease 是不是更官方更郑重一些正式一些？Cease 很正式，没错。还有呢？老师，是不是 stop 是书面的一些，就说的一些 ，cease 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呢？具体执行啊，你们现在继续射击，我叫你们不要射击了 ，cease the fire， 两边在开火啊。在射击啊，我叫你们 cease the fire， 对不对？ cease
通常指的就是原来在进行的一种动作，正式的要求你停止而且不再做了，叫 cease、okay? stop 呢通常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口语里面用，你不要对我大吼大叫 stop、okay? 你往前走 stop、okay? 我叫你停，但是停有可能是暂停、啊、你 stop 在街口，像我们开车考个驾照就知道，在这个街口地方通常是要停三秒钟，看看左右没有来车，好，你可以 continue 继续再往前开，所以 stop 是有暂停，比较恰当的是暂停，然后你再继续往前走。 cease the fire 是 cease 是整个停下来不再继续了，因为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已经不需要再去做，所以 cease 是一个很重，它比 stop 更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用的更官方更正式的说法 cease。 比如说我们本来研究核子什么原子弹什么东西，我现在要你们 cease it， cease 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不再研究了，把这个整个你研究的这个课题这什么东西通通不要了，都销毁，这个叫 cease。 stop 呢、哦、我们先停三个月 stop 三个月、哦、三个月以后回来再看结果在发展，有可能继续研究，所以 stop 是有可能在继续的。 cease 呢是完全停下来，要你全面停下来，而且很有可能就是绝对不再继续了，甚至要你完全销毁掉，叫 cease。 所以 cease the fire 要你们是全部停下来，一个都不准再涉及了。好，为什么在枪击的时候警察下口令的时候他通常都用 cease the fire， 他不用 stop。 完全的停止 stop 是停一会儿，没准一会儿 过几个小时又开战。好，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你刚刚讲那个没有错， stop 有 可能是暂停，那有一个家伙没听好，他只是说暂停啊，我觉得停够了我就继续射啊，这到时候上法庭的时候是有法律责任的，对吧？好，第二个，在你听声音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想象一下 stop 跟 cease 这两个字在远距离的传送的时候哪个字比较清楚？ stop， stop 清楚吗？ cease 更清楚，cease 不会有人搞混， stop 会有人听不清楚，在远距离发送这个口令的时候，所以对于要人家停下不再涉及这个 用的字很重要，你用 stop 会容易，你知道吗？经过时间距离拉长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 cease 你讲这个字全部都听得很清楚，所以所有这些执法人员涉及的他们一般都选择 cease 这个字，从来不会有人用 stop。 如果我说 stop 就有那个张三李四没长眼睛的，他没听清楚他还继续射，那是不是我要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很明确的哈，凡是执法人员配枪的人一定要用 cease 这个字，我们不准用 stop， 你用了 stop 你要负法律责任的，到时候法官可以说张三李四哪一个不长眼睛，那没听清楚啊，我不知道啊，我就继续射，那法官追问你当时用哪个字的，我用 stop， 好了，错误你一个人要背，因为我们教口令的时候告诉你用 cease， 你为什么用 stop？ OK，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cease 就是完全停下来，而且它经过远距离传送的时候不容易出错。stop 这个有时候就是听不清楚，很容易听不清楚，很容易失真，所以如果你讲 stop 的话，如果出了事，这个下口令的人你自己要承担责任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人家只要翻出以前你受训的时候，你的部队或者你的警察单位给你受训的时候明明告诉你用 cease， 你为什么用 stop 啊，你疯了你，那现在你承担责任吧。OK， 好，所以 cease the fire， 你看任何 电影什么那些警察公安执法的人永远用 cease the fire， 从来没有人说 stop the fire。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雅各书哈，雅各书看一下雅各书。啊，我们今天是第一章的第几节啊？十六节，十六节，看一下。我的雅各书怎么出不来？看一下。出来了，看一下，雅各书比较慢。好，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六节。看一下，好，第十六节，十第八节，十四、十五、十六。好，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哈，十六节 ，Don't be deceived, be deceived。注意这个地方 ，be deceived， 这是主动还是被动式？被动语态。被动语态 ，be deceived。什么叫 be deceived？ Deceive 是干嘛？是欺骗了吧？被语态吧。被骗，对不对？被骗了 ，OK。那个不是很多诈欺案、诈骗案，受骗上当就是 be deceived。那些骗人家的什么退休金啊，把人家，哎，你把这个款汇到这里，汇到那里，假装他是什么地方法院的什么法官打电话给你，我胡说八道的。所以这个是受骗，不要受骗了 ，Don't be deceived， 不要受骗上当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OK、okay?。好 ，deceive 这个字。为什么这句话要用 deceive？ 为什么这句话是跟上面有关系还是跟下面有关系？ Don't be deceived。 嗯， 跟下面有关系，对不对？跟下面有关系。 Don't be deceived,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okay? 所以他讲的是各种美善的恩赐啊，这种赏赐啊，这些东西，所以跟下面有关系。Don't be deceived， 不要被受骗上当。Be deceived， don't be deceived。好，这个短短的一句没有什么问题吧 ？Deceive。好，还有没有？今天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停在这里。OK，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再讨论。这样子，好，谢谢大家，谢谢三那个见，好了，老师，好，拜拜，辛苦啦，好好学习，拜拜，拜拜，拜拜。